啊，我是阿龙。既然那个草皮啊，加那个草皮给弄得不够用，怎么出现不够用呢？就是说那个草皮啊，今天加个20张呢，明天又要用20张，后天又20张啊。那个蜜蜂加的加皮都加不过来。200箱蜜蜂的话，现在有150箱是，你每一窝加一张草皮，你都要去了150箱。如果加2箱呢，就300箱；加第三箱的话，就450箱，是吧？加这个草皮也是非常的辛苦啊。由于这几天呢，那个蜜蜂的蜂量啊，不断的增多啊，可以说是，每隔5、6天，应该5到6天呢，就一窝蜂里面增加一匹蜂量，所以那个蜜蜂啊，加皮都忙不过来。看看我今天做了个草皮。哇，这么多蜜蜂飞来，真的不好做啊！它就飞到那个锅里面了，全部噎死了，烫死了。你看，是啊，原来做一张皮是好的，是吧？越冬的时候呢，那个工蜂把这个给咬烂了，要是补好是全部雄蜂，是吧？你不要小看这个一个手巴掌那么大。这个东西我告诉你，两边加起来的话，这一每出一袋封盖子的话，这里相当于半匹翁的翁量，接近半匹，是的，大概一匹的三分之一的翁量，啊，每一袋出来都是少的，少了三分之一的那个，等于说一匹翁的那个也少了三分之一的那个翁量，是吧？啊，如果呢，你说那个雄蜂孔影响有多大，是吧？现在我就干脆想办法把它给淹掉。等于说把它给割掉，拿到那个新房里面，那个新房就把它给补好，补回那个工蜂的孔里面，那个工蜂孔少少的是吧？它新房的话，它就不做雄蜂的话，它就把那个孔全部补好了，是吧？现在就把那个新房的皮调过来，跟这只窝调换它，是吧？这个翁呢是2个月的新房，2个月的新房都没办法维持得住。那现在把它给淹掉，是吧？把这个雄蜂的飞机淹掉，然后放到那个新房里面呢，它自动把这里补好了。补好它是不是那个雄蜂孔啊？老王的不行啊，老王你忘回去就照样做那个雄蜂。那个就是飞机上的那个蜜糖，哇，好香好香！这里一叠是50箱，上面的还有30箱、80箱，今天用了几十箱去了。你看，这是每天做的草皮都做不够用啊，这里3、4天就没有了，妈的，是吧？3、4天就要做啊，平时的时候不是一天做，有时候就忙不过来，有时去捡家翁群，刚搞他妈的搞搞这里又搞搞那里，谁的什么都没搞，现在搞。现在搞到晚了，连饭都还没吃。有时候太忙了，忙了中午饭呢都忘记吃了。中午饭的时候呢，不知不觉在这里检查蜜蜂呢，搞了搞搞搞，时间都过去的都不知道，都忘了。有时候呢，12点以为是12点1点钟，结果看看手机的已经4点钟了，连中午饭都还忘了吃。哎，现在懒得煮了，出去吃算了。现在出去吃个饭，回来再搞了。一天忙了半天，早上做草皮，下午又加皮，看哪些造好的，哪些翁量多的，哪些起了王台的。200箱蜜蜂真的是春晚的时候让你累垮。他也不是一年四季都这么忙的，他只要是春晚的时候比较忙一点，还有秋晚的时候比较忙一点。不过秋晚呢都没有春晚那么忙，因为春晚的时候呢，不知道为什么那个蜜蜂呢，
风量多起来比秋天的时候快很多。由于春天的时候啊，外界没有那个敌害啊，包括那个马蜂等等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是吧？所以那个蜜蜂呢，多起来很快加皮了，就忙不过来。反面两大生蚝。有很多人都焊不了这个啊，只要是那个手震，有些人是那个手老是震的，焊不了那个。一天忙到晚了，所以一个人管理200箱蜜蜂真的好辛苦，真的是超负荷工作。我之前已经有很多人都说，一个人的能力就是管100箱蜜蜂，是吧？那你一个人管200箱蜜蜂的话，等于说超负荷工作。不过呢，那个蜜蜂呢，也不是一年四季都是那么忙的。它只要是从那个2月、3月的时候，4月的，就是两个月那个两个月的时间非常就忙。过了两个月以后就轻松了多了啊。反正现在春天春晚嘛，是吧？那个蜜蜂由春天慢慢发展成长群的话，你要经过这个经历的话，要挖很长时间。蜂量多了，你要加草皮，是吧？有些不好的东西要修改，是吧？有些哪个蜂王老了就认得一下，是吧？200箱蜜蜂就搞得我头晕眼花，是吧？七个挖都没时间，家里面连那个猫狗都差不多饿死了，哎，这样就跟着龙哥问了3天29顿了，是吧？那个家里面那个猫呢，有时候经常一天7顿。那个狗也是1天7顿了，是吧？没办法，是吧？我还自己都叫不过了，自己的话还要帮你照顾那个猫狗，是吧？蜂场那里没猫也不行，没猫了老鼠太多，没狗的话就没人帮你看门口，是吧？养了两头狗，就当请了两个保安，是吧？帮着自己看，是吧？如果你要请两个保安，你要挖公鸡，你也挖不来，是吧？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已经到这里为止了。喜欢我的视频，给我点关注、点赞、转发。